说起爱啊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。没错。比如说，父母对孩子的爱，老师对学生的爱，恋人之间的爱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爱，等等等等，太多了。没错，那就让我们在爱的世界里面尽情的享受吧。但是如果爱，请一定要大声的表达出来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由中美戏剧联盟带来的情景剧《我爱你》，掌声有请。有请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刚刚听别人跟我讲了一个笑话，他们说你过几天就要回国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呀？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有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呢？办签证用的照片啊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回国是我唯一的选择。看看，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最有出息的一个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和你的未来难道真的就不能共存吗？还是你的蓝图里从来就没有过我？你跟我说，你解释给我听，你说你是迫不得已的，你其实是为了我好。我的家在国内，我已经习惯国内的生活环境，你是不能接受的。这些事情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跟你一起呢？因为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静，我们分手吧。Todd， 可不可以不要？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你回去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。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你让我走吧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不要理我，对不起，你走吧。你应该早点跟我说的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为什么跟那姑娘分手啊？我不想耽误她。哎 ，Peter， 我来了。等半天了吧？你怎么才来啊？送孩子去了。哎，你怎么把我约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待会儿再说，咱先拍张照。来，拍照，拍照干嘛？先拍，待会儿再告诉你。来，看镜头，一二三。哎，师傅，麻烦您帮我们快点洗啊。哎，这好端端的拍什么照啊？我待会儿再告诉你。不行，现在就说。我是想拿它当咱俩的订婚照。开什么玩笑，谁要跟你订婚呀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一直只把你当弟弟看的。姐，我喜欢你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要娶你。没工夫跟你玩小孩过家家。哎，姐啊，你能甭老管我叫小孩吗？我不就比你小十岁吗？喂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们娘俩就剩这么一套房子了。
了，你让我们娘俩住哪儿啊？孙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你啊？你自己在外边找小三，老婆孩子你都不要了，还惦记那套房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安上了，要是不同意，这房你就卖不了。你别说了。什么？你还敢告他？好呀，你告呀。你要是敢告他，我就敢告你儿子说，说你爸爸在外边找了别的女人，不要你和你妈了。你干什么呀，皮特？我是谁？听好了啊，我就是安上来的夏尖，你儿子的新爸爸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那么护着那王八蛋？他再是王八蛋，他也是我儿子他爹。他做错什么事也不能跟我儿子说。Peter，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儿子需要的是一个能为他遮风挡雨、陪他一起长大的爸爸，而不是一个跟他一起疯闹的大哥哥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的事儿也不用你管。我这么跟他说，就是想让他知道，你安卓了不是没人要。安卓了，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迈一步，给我们俩一个机会，行吗？咱俩真的不合适。祝你能找到那个陪你一起飞、陪你一起玩的女英雄。我的年纪不能再和你飞了。Angela， 只要你勇敢的飞，你可以成为超人的。再说你还有我呢，只要你给我机会，只要你给我时间，我可以变得成熟的。我会成为你想要的那个男人，无论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；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因为我爱你，爱就是要放肆。哎呀，你当时50年前我追你的时候呢，赛跑啊！你瞅瞅你这倔老头子！哎呀，这快点儿！照相馆子、嗯。小伙子、哎，大妈问一下子啊，请问您这儿照一套婚纱照多少钱呢？大妈，我不是照相馆的，我是来拍订婚照的。我说小子，你是来订这订婚照的？哎，可是我得问问了啊，那女方呢？我女朋友她走了。嘿，你就没想想招，死皮赖脸的追呀？大爷，我已经够死皮赖脸的了。哎呦，瞧你这出息不？你照大爷啊，差远了。你知道吧，当年我追你大妈的时候、哎、那可是。你少说你那点破事儿吧啊。你说。小伙子呀，你听大妈说两句。这女人呐、都心软。这个坚持就是胜利。当年你大爷追我那钱扣的呀就是坚持。对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哭成泪人他也不管用。麻溜着赶紧追去，赶紧去、哎、好嘞、谢谢大爷大妈，我这就去了。好，瞧这大长腿，哎呦真棒、哎、老板，请问您这儿拍一套婚纱多少钱呀、别说我不给你面子，拍什么身上，你看看你这头发呀都白的快跟那婚纱一个色儿了，您再瞧这个一毛不拔，嘿，这一崂山道士陪什么呀？
仙姑仙女啊，不是白毛仙姑，你说照几个像，他吓不吓人呐、啊？我就造，怎么的？这老头子，不，这想当年啊，这结婚那前儿，你给我写的保证书，你都忘了？第三条。只要文丽喜欢做的事儿，保证全力以赴，积极配合。哎呦，你出息都上哪儿去了？我积极配合，积极配合，积极配合你一辈子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呢，我就不配合了，我不照，我不照。你走，你走，走不照拉倒。不你。要不就照个普通的就行了呗，照什么婚纱照？想当年结婚的时候没条件，我这一辈子呀跟你50年了，金婚呐，就想照一套婚纱照啊。现在你又这样啊，这么不配合，又。嫌弃我，不拍了，不拍了，不拍了。哎，三儿啊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体检报告下来了。怎么样？检查结果不错吧？你没啥事儿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快说，快说。但是医生说。说妈的体内怀有癌细胞。喂，爸，你先别担心啊，医生说让妈再去复查一下。爸，你在听吗？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衣服。啊，我。回国要好几年呢，你愿意等我吗？我愿意，我只要一毕业呀，我立马就去找你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。Angela，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真的不在乎，我比你大10岁。不在乎。你真的不在乎，我有个孩子。我不在乎。你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？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，因为我爱你。咱们数数，好，1、2。